述这件事，这条再断也就没了。你没有开，你又没有开了，你没有开，你就没有开嘛。那定 happen， 那算了，不用看。为什么？你在闹，是在闹脾气耶？不是，我是说就算了，我是想就是真的就算了。对啊，对啊。不要喝东西，不要。现在才开？是没有，不是你的，是我的吧？是我的。我的啦。啊，好。怎样？好累。这样是开始录吧？对，红点点。好，这台有反应很慢的问题。我们要去滑下面。对啊，因为都很危险哦。就雾茫茫啊，我听不见。哎呀，上面更看。我就在那边跟他说，我们下去我看不到，我会怕。然后他就说，我就说那你们滑下去，然后坐左边再上来啊，不然从没爬上来真要命。哦。你小心一点哦。好。好，我喝咖啡了。好，你想很久了。重点是什么？我自己弄影片的，我知道，就没录到就算了，也没什么。哦，我只是想要完整。想当然是想，但是你每次，但是一旦发生了什么事，跟你讲，然后你就是那个样子，我就会说你白烂。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我一定会停下。什么不是你们家的？你们家的还讲狠话、讲反话，那些什么？你刚刚就说都不要录了，那不就是？我不是说都不要录，你自己语气。你刚不是这样说？我说那就不用录了，没有关系啊。你还不是？对啊，既然没有就不用录啊。谢谢。因为啊，搞不好现在又都会是水，录到也是水。哦，那不要录啦，那我把它收在口袋里好了。没差了，就拍下。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？可以录就录，不能录也没关系。我只是有点怕把你 GoPro 搞坏。不会啊。湿湿的。滑下面吗？滑下面啊！都雾成一团呢。左边，右边还是左边？
左边的缆车还是右边的？怎么了？你回头看了我一下，不要怎样？是我在看那边。还是你要去好好看环山道？我们可以啊。我就试试看啊，看一下如何。这个就。哎呀，要不要？好。打完了。大弯好，脚好酸呐、啊。太右边，然后可能就推回来以后，坐上去的时候有点倒在他怀里，很好笑。嗯，脚有点酸呢、啊。很酸。你很酸啊。就是要绕大圈的话，脚很费力耶。我觉得啦，你不会吗？会啊。我猜接下来就是我的。两边的小腿外侧都快要冷爆了，冷爆还是快要冷爆还是很累，很累。哦，那我帮你打一打，回去用筋膜枪帮你打一打，我要打都好了哦，虽然变很粗。你还嫌我腿粗？我妈妈生给我的。反正来日本我就是不会穿短裤短裙就对了。他是在拿衣服，好像短裤类，我就说不用带，就不会穿。我再看一下，腿太粗了。还是什么？嗯，他要收起来算了。没关系啦，我真的怕它坏掉。你那一台旧的那一台就坏掉，我舍不得，我收起来。这个没关系。哪有七八千块的东西，不要没关系。好，他要收起来。收起来了，为什么不够冷啊？现在温度好像两度，降两度，两度，所以就会化。好像已经比两度低了。对啊。但是因为机器热。对。还好。而且你看雪的重量也有点重。有点湿，对，干滑，不是那种疯狂的那种手。我们滑这种的时候啊，就是各种闪法都要熟练。什么闪法？闪避前面卡中间、哦，然后也不你也要控制速度，不能太快。对我们来讲，这种宽度好的很。在这里也缓了，那个前半段好像雾小了啦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是距离比较短。不是。
是啦，不不不，不是小，你看那个高度，对，是右边，那个高度以上，是右边，不上面还是某个高度以上。嗯，等我们上超过这个树林的高度，也就进入这个浓度了。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冷，我还有拉链没拉吗？应该没有。你右边拉了吗？后来拉啦，但是我觉得是湿湿，有点冷，湿的关系。右边啊，你一说一下车往右边就有了，好像是耶、欸、对我们来讲没什么问题的，但是脚会酸啊，会酸哦，因为刹车嘛，不然用披萨好了，我们应该都没用到披萨那块肌肉。有啊，我昨天放松少女社很轻松，好冷哦，我会冷的，完蛋了，我会冷，有点冷。嗯，刚 SAJ 上课 ，Ski School 的人也戴口罩，嗯，会怕风，就会怕风。今天开始听得到广东话。对啊，为什么啊？还是香港人爱来八方，不来梅池？梅池是都有，但是没有听到。今天听到两组了，坐旁边的跟出去一出去跟人照相。都化了，这样会害我很冷呢、欸。什么东西？我说它化在我身上会害我很冷。他们在干嘛？他缓缓的去那里。到底哪边是真的路啊？那边吧，那边才是真的路。是、啊。不是啊，我的重点是有得滑就好了。就是以刚那个360为例，我也是觉得回来再拿就好了。反正你等一下也不会录到。万一被干走了，万一被干走了，你怎么都没有想过东西被干走这件事？嗯。啊？也不是没有想过，是比较性的问题。不是啊，那至少要请走，要是我会走回旅馆，请他让我把到室外请出，有没有一个backpack？有的话就请帮我留着，我带回去拿。我们是在三组、嗯，是右边，右边没错。对啊，就是联络一下也好，不是就是丢着，就觉得很信赖。这不是丢着，很信赖这。屁啦，就都爱偷学板的。动一动，看会比较不冷。然后那个要亮美丽。去你那边好了。好嘞，好嘞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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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教哎、
走这还是走那啊？走这吗？走这才能回缆车啊？是要走这？走这才能回缆车啊？走这才能回缆车？才能回缆车？从哪里才能回缆车？这里啊，还是下面还有？下面还有，再往右去。是吗？中间应该可以往右去了。这边吗？他不会下到别的地方去了吧？哦，您说这个意思、啊？对啊，那就走这。到底哪里听不懂？因为我原来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我说我不知道那里还有路啊。没有，我一直在想什么叫走这的，不就走这吗？没有，就是我怕走那会回不了缆车。应该还是有缓的路了，缓的路也是回来了。哦，右边那个。对。我们今天黄了几件啊？好湿哦、喔！不然早一点回去。你觉得要几件？刚刚那里就是坐缆车回去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。很惨。没有到惨了。没有吗？湿湿冷冷的。嗯。所以你觉得攀爬环山道可以吗？理论上可以。它有一瞬间两个铁板这样。怎样？挡住路啊！刚有。有，我也不管你，我为什么要插到树里面去？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插进树里面。有一点点，因为就觉得过不去了，他们挡路了。这个是难得有音乐，每次都没有音乐。因为它有后面的板车音乐。我在看着我自己弄血，我好像在流口水，口罩已经很湿了，还流口水。
得当教练应该不好。真的？就你整天的脚力都花在杀得很慢。然后那样那样。那样。讲。然后还不大行，就再换一套，讲。湿度还可以，我看机器，好像就是小水滴。你在甩什么？没有用啊，小水滴啊。那个一开始是大水滴，现在变小水滴。随着温度的降低，越来越就不会有水滴了。要回去继续滑吗？还是你要进去暖一下？我不知道。不，暖一下的时候，那个衣服会更湿。我说进去暖一下。GoPro 会那个 ，GoPro 又回暖。面罩也差不多。对啊，很湿。我帮我们到右边，你转头过来。很湿啊，不开心。我看一下我的面罩，都有罩住吗？有啊，都有。有啊。不开心，你这样也想滑、啊？你觉得这样滑？这样滑好玩啊？就慢慢滑，练还是有东西可以练啊，练一练。练什么？啊？练什么？你来问练什么？练重心稳定度啊。就这个其实还蛮宽的。就是还可以啦，就是如果他真的很想玩雪板的话，就一直走这条路线的。我之前走绿线，没那么多。Jerry 说只能换一次，有这样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每天都可以换，你就不嫌烦就好了。大腿是湿的状态，啊，我也湿啊。裤子的温度。走，大家走哪边？走左边。你不要挤我，好不好？啊！哎呦喂呀！他挤我，讨厌呢。我挡路，我挤不来。很奇怪，我起不来，哎，这方向我起不来。一走，一走，别推我，没水准哎。你自己你的脚是推我的，你回去看影片。我旁边有柱子，你还推我。我要转弯，我现在往这挤啊，不然我要对啊，你就推我啊。好了好，我推到你 ，OK。你下次不要走柱子左边，你就走柱子右边、啊。为什么？啊？我也要走过来啊。那、啊、我们两个人技术没那么好，我们没办法两个人一起走这边。你不要推，走右边，你不要推我就好。不可能啊！你为什么一定要推我？不能直直滑啦、啊！我直直滑，刚刚我们两个一起左转的啊，有没道理？对，就是我说直直滑，是说你不要在那边滑脚，你就往滑出去就对了。我在转弯啊，转弯那用板子转，不是用脚转呢、啊？我用板子转啊！你就脚在那边推，就推到我。啊、你下次你走左边，我走右边就好了。讲那么多，下次你做不到。对。
每次都我摔倒，不然哪天我害你摔倒一次，你试试看。我有抱怨过你吗？因为你有被我害摔倒过吗？坐右边。一个雪，然后开始失控，然后失控以后我有盯住，然后又左转一次又盯，又转一下又转一下又盯，盯到最后勉强在维持状态下，最后右脚盯不住了，然后就啪
是顶不住吗？这是什么情形啊？所谓的禁得住禁不住，就是说你脚突然拉开又能够合回来的那个状态，有办法合回来就是禁回来的。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左脚的踩法不是很正确啊，我要在这种不同地不停的地练单脚站吗？不平不用特别练。好，我刚刚练得很辛苦，跳得很厉害，咚整个掉下去。不用特别练，但是要诀一样，不用到抬起来，但是要是轻的那一脚啊，没有真的放很轻的话，就会开始怪东怪西说，哦，有个雪把我卡走。其实轻的那只脚踩很轻的话，也是卡不走的。我们到时候再回去看啊，看我那样子左右乱窜窜的时候，才会是正常。有抬拖板。嗯。你要滑到四十点。我觉得三点半就是。今天我也进入酸痛期了。是吗？我都没在酸，我就太慢酸。但是我还可以，没有很酸的。下楼梯什么都没有问题的。哦。两三天下楼梯最痛的。啊，你之前有下楼梯痛过？废话，两三天。这次当然有啊，两三天都下楼梯都很痛啊。啊，是哦。上下楼梯都很痛。我应该是今天才开始。我没有，我好了。那我应该策略错误，我应该前两天应该滑到累一点，不然这样进步不够。我腿太短了，没办法迈进。你说什么？我看一下镜头，都是水。嗯，还是一点小滴滴啊。都是你的粉丝，你的粉丝哎，速度太快。上去要擦一次，走右边，然后再转过去。我要走右边再转过去。我要走右边。那我走柱子右边再转回来就好了。两个人挤同一个柱子，我们的技术可能没那么厉害。不是，是你推我。好了，算是我推。我们来试一次，我们试一次。我不要试，因为你还给我推一下。你想象我站在右边，我就看着你把我这样推一下，然后我就已经离柱子很近了，我就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还是会走柱子右边，但是你想象一下，你有办法沿着那个左边棒棒切它，切超紧，然后你做完之后，你告诉我，你切到离它多近？你要50公分以内。离什么东西多近？离左边的边界。你试试看啊，要做到那样，急切回去，右边才有空位。是差冰，是哦，温度还是不够低。明天才开始 ，OK， 明天开始就负二那种。所以明天要穿冬衫啊？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不用，穿也可以，不穿也可以。怕太热了，但又有点怕冷，又怕热又怕冷，穿了怕太热。其实我觉得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。好，雪是下这么大，没错。会不会起雾呢？这个很重要。起雾很烦。像现在我有点冷，我觉得还是会觉得冷。掉、嗯。什么东西？一直会有掉的声音呢。什么掉的声音？被水滴到吗？还是什么？我很冷，我在起鸡皮疙瘩、欸。我是说真的。要飙一声。
你看雪多不深。嗯，看我在惨啊，在惨啊。薄薄的哎、欸，好惨哦、喔。那所谓的190是哪里啊？这里啊。哪里啊？这里啊。正常雪道有190。真的吗？好冷哦、喔。好吧，这一趟包完我就休息好了，好，因为我好冷。好，那你看你啊。我也还好。是不是我真的在起鸡皮疙瘩？我好像没有冷到这样子。还是动起来会好一点，但是坐着就觉得很冷。我是白了。角度到底对不对啊？我的角度到底对不对啊？你屁股很湿哎、欸。对啊。你屁股超湿哎、欸。我的角度啊，这样子的角度到底对不对啊？怎样子的角度？就是滑板子的角度啊。那、我滑半天都不对，你要跟我讲。好，我看看喽。刚自己也滑得乱乱的，那里雪很乱，这里却好像粉粉的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不知道，那里雪很乱。对啊，哎，来一下，到底对不对嘛？我觉得好像还不错啊，前半部我站着盯着看，后半部我再滑就没办法看了。雪，这样。满满的雪，怎么回事？就是啊，你看插下去，哎、欸，没有，还好、啊。你说上面啊、嗯？我们都是啊，就算了。Thank you.
后半裤子都湿的。这是刚椅整湿啊，整个人就很冷啊。请个人帮我看我的姿势对不对？他没刮背后，是，他只刮了屁股，他用两边选一边刮。不然刷一刷再看。我手套会破，手套会破哦。拍一拍啊！如果我没有刮，他来看。都懂我的听到。对啊，怎么回事？上面一直滴水下来是吗？经过那个混沌的时候就知道了。
我看见你的，看你都没有在录了，一直都在录啊，太虚了。好冷，我又好冷，好冷，那我去休息了。我也要去休息。哦。那这样应该是两也快两点了吧？没有，已经两点三四十了。哦，那就收工了。三点收工可以。那我不就直接坐车了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是啊。就等集合掉了。我很冷。三点滑起来是还好，坐下去15-20分钟，3:20开始等车。然后等集合的时候，我再来查一下。可是我记得这是没有时间表。那为什么我们来的时候有？来的是车站上。怎么那么大声啊，很有回音效果哎、欸！你要回话吗？很有声拍干净，你肩膀这样也很多，你肩膀正面呢，超多的。大型啊！对。那我们要放屁了吗？你说什么？肩膀不滑了吗？对啊，就太惨了，太惨了。好，拿出来。抓住，拉起来，起来，然后指纹辨识又辨识不出来。你辨识不出来，你知道我要敲密码多麻烦啊？哎 ，OK 了。我们正在坐缆车，我们也决定要去休息。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滑一滑也不大好玩。如果大家都 OK 的话，我们可以休息坐缆车下去。对啊，手指都冰的，这很湿哎、欸，今天这很湿。回去搞定。搞定什么？搞定那条线哦。坏掉的拿走，然后用那个，用另外一条套。所以可能这个线被我们这样用，长度不够，然后可能隐隐约约都快断快断。好快你才买的。没办法，就完蛋了。等一下爬，不用爬到哪一层，爬到那个 exit 吗？有棒棒的地方就好。exit 吗？不用那么高了，那走上去就好。你把血管棒放放旁边那个红衣服那边。我没拿上。我看，你看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你看。
手指也冻僵了，我手套都湿了。其实不大需要拍，而是把水刷掉。帽子上。还有帽子里，外套，你根本就丢在头脑头里面，没有？没有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看你的，你的已经是水了。对啊。你的里面有冰块。你等我一下。我先把你背后的水刷掉，好不好？哪里？水滴啊！肩膀的水滴。我手都冻的，不行！哦，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太湿了，还是烤一烤。嗯。好，那上去啊。对啊，板子留着就好了。关。